下来，下来，差点撞了人了你。李平，万海叔，没碰上你吧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那个，哎，小东是吧？哎，万海叔不是小东，是我一朋友。哦，哎，万海叔。 到底考虑好了没有啊？最近啊，可是有人要买我的车，我想还是再过来问问你们，看你们决定了没有？要不，这辆车我只好卖给别人了。买，肯定要买。钟哥，价钱上您能不能再便宜点？哎呦，兄弟，拜托你了好不好？这车开了还不到5年，这个价格你还嫌贵？哎呀，你呀，是内行人出外行价，这个价格。 已经是最低的价了，哎，你去到哪里能买到这么便宜的车？我是把你当成自己的兄弟，才给你这个价格。要不我把车卖给别人，还能多卖1万2万的，你信不信？三宝，我是不能再等了，最迟明天你给我信儿，要不我这辆车只能给别人了，啊？你们好好想想，走了，拜。 车真好，是啊，明明知道是好车，我们却买不起，时间也太急了。三宝，我看就让阿忠把这辆车卖给别人吧，以后我们还有机会。不，娟儿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一定要有辆自己的游览车，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把你拉回沈家去。这辆车，就这辆了，我一定要买。 万一要是万海叔把这事儿跟爸妈或者其他人说了，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啊？哎呀！
回来了，哎，萱萱，好点了没有？哎，你这孩子，爸是关心你，你对爸怎么这态度啊？哎，好了，李平，你现在别再问他了，太累了。李轩，你先去洗个热水澡，早点睡。 把萱萱接走，问萱萱没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问了，可是李轩只知道哭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哎呦，看到这孩子这样，我真替他担心。他到底是受了什么样的委屈，还是心里有什么解不开的结？可最近的家里也没出什么事儿啊。哎，会不会是他学校出什么事儿了？ 李平，啊，你说他外面是不是交什么朋友，被人欺负了呀？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等他哪天心情好点，你一定得问问他，啊。好，也只能这样了。 小东，哎，爸妈除了说萱萱的事儿，说我什么没有？说了。那说什么呀？你紧张什么呀？我紧张了吗？哎，到底说我什么了？他们说啊，李轩大了，又是个女孩子，就算犯了再大的错误。 你要好好跟他说，总不能又打又骂的。哎，这样只会适得其反。哎呀，只会让他逆反心理啊越来越强，这样一来，以后就更难沟通了。好，看来万海叔并没把我跟如萍的事告诉爸爸。李萍，啊，你想什么呢？我。 我想你刚才说的话，对，爸妈说的话呀，你是该好好的想一想。哎，你说你这人吧，平时脾气挺好的，可有时候脾气又那么暴。哎，李轩这次发生这种事儿，我们以后可得好好检讨检讨自己。现在孩子自尊心有多强，搞不好会出大事儿的。 从嫁给你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不可能享受荣华富贵。不过，我会有一个靠山，因为我有一个有责任心的老公。哎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你也会帮我撑着。小东，听你这么说。 我觉得我自己特惭愧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？我也没能保护好咱们这个家。你说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我这心里真是觉得挺对不起你的。好了，你别这么说。能够有一位像你这样的老公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 做梦呢，还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哪有那么夸张啊！我是看你这两天为萱萱的事儿啊，没好好睡觉，想你多睡会儿。难得你这么温柔体贴，我很感动。哎，这有什么值得感动的？你也许不觉得什么，可对我来说就太有意义了。李轩呢，让我那么不放心。 不过，真能唤醒你对我的温柔体贴，值了。
以前是不是对你特别不好啊？反正不怎么样，也就是勉强及格吧。不过今天呀，可以给你打100分了。小董，你放心，今后我一定把你跟萱萱放在第一位。不管你爸爸妈妈做了什么不合你的意、让你不舒服的事儿。 永远是生你养你的父母，他们对你的爱呀，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，知道吗？尽我所有的能力，来弥补我以前对你们娘俩的亏欠。丽萍，小彤，萱萱起来了，醒了，爸妈早。 哎，萱萱，来吃早饭。对呀，这是你爸一大早特意准备的，很难得哦。啊，这是刚烤好的面包，奶油啊已经涂里了。啊，哎，你看还有火腿肠，还有水煎蛋啊。如果不够啊，爸再给你煮。 这杯奶，一半酸奶，一半鲜奶，你最喜欢喝的，啊？谢谢爸。傻孩子，你哭什么呀？哎，萱萱，那个，你慢慢吃。爸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李平。哎呀，我又不是要骂他。 爸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爸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前两天我打了你，是我的不对。爸事后啊特别的后悔。萱萱，你别怪爸，好吗？爸。啊，这两天啊，你的情绪。 特别的反常，我跟你妈还有咱们全家人都非常为你担心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能不能跟爸说？啊？哎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困扰着你啊？是爸打了你呢，还是因为其他什么事儿？啊？萱萱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跟我们说，爸妈不会怪你的。啊？是啊，李轩。 你把事儿埋在心里头，这样我会更担心的。看爸现在已经变得这么好，我怎么还能把它说出来啊？李轩，你就说嘛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你永远都是爸妈的心肝宝贝。其实也没什么啦。 那天爸打我虽然不高兴，可是只要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爸妈能一直恩爱下去，以后就别再吵架了。原来是因为这事儿啊！哎，都怪我，怪我脾气不好，老是指挥你爸做东做西的，所以才常常跟他吵架。妈，不是因为你。哦，那肯定是因为我了。 因为我经常不耐烦，常常啊，就只顾着自己的感受，惹你妈妈跟我发脾气，是不是啊？也不是啊。那，到底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好了，不管是因为什么事情，总而言之啊，我想李轩是希望我们这个家呀和和睦睦的。李轩，以后我跟你爸都会特别注意的。 你爸刚才不是也说过要改进吗？我呀也会好好的检讨一下自己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让你因为爸妈的事儿烦恼了，好吗？谢谢爸妈。好，赶紧吃吧，啊，吃饱了，爸送你上学啊。 爸要是去上班。
是不是就会跟孙老师在一起了？爸，你今天请假一天，在家陪我吧。轩，你怎么了？干嘛让你爸请假陪你啊？我身体不舒服啊，想在家休息一天，所以希望爸能陪我。李轩，要撒娇也不能让你爸不上班吧？没关系，我就请一天假。男的女儿想跟他老爸独处，咱就成全他啊！正好咱们趁这个机会好好聊聊心事啊！好吧，前几天你还说我处女儿，我看处女儿人是你吧？下车啊！前面就是小吃店啊，随便吃各种小吃，随便吃随便喝啊！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来来来，这儿，来，坐。怎么这一天？怎么会呢？两个吸管子来一块儿喝。一个好消息啊，钟哥，答应把游览车卖给我们了。真的？嗯，太好了。哎，可是就算加上慧姐给咱们的钱，还是不够啊。没问题，催归催，钟哥其实还是用心想帮我们的。其实就是他老婆催钱啊，钟哥已经跟我说好了，他会给我们时间，让我们凑钱的。三宝，咱们怎么总是能遇到这么多好人呢？你看，像钟哥、慧姐、双喜哥，还有阿姨、建红、小西他们，嗯，是我们的真心感动了天啊！那我们就更要努力了，加油！加油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三宝，陈娟，你俩今天想吃点什么？姐，我要一个最小的汉堡。三宝，你呢？我不饿，喝饮料。来，姐，我改要一个大汉堡吧。行。轩儿，大汉堡你吃得了吗？有你帮着我吃，不就能吃得了了？啊？我算过了，我们两个吃一个大汉堡，要比我们点两个小汉堡吃来的划算，这样就都不用饿肚子了。轩儿，又被你识破了，我很没面子的。面子值多少钱啊？我只要你对我的真心。我当然对你是真心了，我要对你好一辈子，好十辈子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？有话话那不靠谱。不是钟哥，你说话。今天钟哥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了？你给我解释清楚了。啊，我跟你没完。不，魏师傅，咱们有话慢慢说，是吧？说什么呀？这事是说的挺大。我这卖车的事是先跟三宝说的。什么三宝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是朋友，有话慢慢说嘛。大家都看见了，就是三宝要买我的车，咱们大伙都是朋友，有什么事儿你们直接跟三宝说。三宝，今天你来的正合适，当着你的面，咱把话说清楚，别让他为难。三宝，他们也想买我的车。对，我早就跟他说好了，如果你想买这辆车的话，你得提前跟我打招呼，钱准备好，而且我出的价格比谁都高，我跟他已经说过了。现在我拿钱来了，他又变卦了。今天你要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，这辆车你到底买还是不买？如果你不买的话，或者没钱买，你提前说话，别耽误我的事儿。三宝，我看我们还是放弃了吧，以后还有机会。熊儿，不行，这是我让你爸原谅我唯一的一次机会，我怎么能放弃呢？三宝，这辆游览车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，对我来说却比生命还重要。这辆游览车是我对我女朋友的这份感情和爱，我怎么能够放弃呢？没有这辆游览车，我怎么能够让他爸原谅我？我怎么能够风风光光地把她娶回家呢？这辆游览车是我对我女朋友一辈子幸福的保证。如果我要放弃了，我就辜负了沈娟对我离家出走的感情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怎么能够轻而易举放弃自己的诺言呢？这辆车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
三宝，说得好，就冲你小子这句话，这辆车我不要了，我让给你。不过你答应沈娟的事儿，你一定要给我做到。我们大伙儿都要看着你，风风光光开着这辆车，把沈娟娶回家去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太谢谢你们了。谢谢你们把这辆车让给我们，谢谢。沈娟，以后三宝要欺负你，或者没让你过上幸福日子，你来找我们，我们绝对替你出气。跟他在那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的。太阳子，事情都解决了，解决了，什么事儿也没了。三宝，那我们去吃饭，可就看你小子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辜负沈娟的啊。我们走。三宝，太阳子，我这辆游览车还真的跟你有缘。你呀，把钱凑齐了，你就去找我。你放心。给我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内我绝对把钱凑齐了交到你手里头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那你们先忙着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谢谢哥。哎，没事，再见啊。娟儿，我们有自己的游览车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马上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了。待会儿我怎么跟亲家说，他大女婿在外头有女人的事儿呢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我要是处理不好，反而越搞越糟，还可能害得人家离婚呢。哎呦，是头疼头疼。亲家，这天还没黑就约我喝酒，看起来呀，是又遇到什么头疼的事情了吧？啊，咱们。先喝酒啊，两杯老酒下肚，这话匣子就开了。好，马上就来啊。来来来，来人吃来物。哎，你们家这猪蹄子真是好东西，不嫌弃。好。来，敬您敬您。哎，我敬您啊。建民呐，快当爸爸了。你呀，也快当爷爷了。谢谢。哎，这高兴的事情，你这眉头怎么还打着结啊？啊，是不是为沈娟跟三宝的事情心里还烦呢？哎，也不是，他们的事我也看开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嘛，是吧？这女儿啊，虽然是捧着手心长大的，可是终归是要当别人的老婆啊。我就想，只要她自个儿过得快乐，过得幸福，我这个老爸干嘛多事儿呢？为她瞎操心。看起来啊，你不是为沈娟的事情，是不是家里头又遇到什么心烦的事情了？说出来。也许啊，我能给你分分忧。哎，您吃猪脚吧。啊，喝酒。亲家，有什么心事啊？说出来。啊，这饭是给饿的人吃的，这话呢？是说给知心的人听的，啊！你把心事说出来，不是也轻松吗？是啊，我是最近呢，看着建宏跟小西啊，过得很恩爱，我看了是很高兴，连带着呢，我有点感触。什么感触啊？这人非圣贤。孰能无过，啊！一对再怎么恩爱的夫妻，时间久了，难免总是会有麻痹不和的时候。哎，你们家那小东跟李萍结婚有20年了吧？可不是吧？20年了，有了。哎，还有啊，您跟亲家母，我跟我们家那两位，都是30-40年了。哎呦。开始的时候不都是啊，甜甜蜜蜜、恩恩爱爱的，
但时间久了呢，恋爱的滋味变淡了，转而成为一种感情上的责任跟负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啊，能够守着对方到老的，又能有几个，是吧？是，这婚姻呢，不光是花前月下，有风有雨，也有泥泞。所以维持个幸福的婚姻不容易，不容易，特别是现在社会，哎，这男女交往多了，也开放了，离婚的也多了。哎，我就这意思啊。一个再老实的男人啊，根本不可能会出问题的。要是挡不住诱惑，还是会出轨。哎，那也要看个人啊。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那个责任心呢，就像颗钉子，能把他的心跟家庭永远钉在一块儿，不管过多久，外面有什么诱惑，都不会出轨。亲家，你讲的这是理想，要是这个女人难缠，哎呦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哎，亲家。你今天跟我绕来绕去的，总在说外面的女人，莫非是，非是你又惹上什么女人了？我还没说哪儿去，拜托呀，我应付我们家那口子都来不及了，我哪有精神在外头搞对象？我没那么傻，自找死路。那不是你自己，那你到底说谁呢？我是说啊，这个，现在呢，社会上这种情况很多啊。那我是建议，亲家您呢，就是啊，这个什么，多注意一下这个您的女婿们嘛啊。你是让我注意建红？哎，建红跟小西呀，结婚没多久，他们感情那么好。他说：“建红不会的，不可能。”哦，嗨，来言是非者必是是非人。我看我算了，我这是自找麻烦。来来不，哎，亲家，怪我，听了半天都没听出你心事到底是什么来。要不这样，你再点拨点拨。给我点透点。算了，亲家，我嘴笨啊，就当我今天什么也没讲，什么也没提。人生在世啊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咱们就把自个儿的事管好就行了，别人的事儿啊，少管为妙。干杯，亲家。嗯，昨天你爸可是陪了一整天，今天呢，你一定要加倍努力，把昨天都补回来。我知道，爸，你今天下班之后要赶紧回家，不准再找任何理由晚回家。好好好，走吧。东西我放在冰箱里忘拿了，你们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哎呀，你妈这人真是的，永远为别人忙着。爸，妈是热心肠的人啊，事多可人缘也好，不是吗？是。这个家是你们的，所有的东西也都是你们的。我虽然可以进来，不过却永远只是一个外人。这里的一切永远都不会属于我。
喂，我马上下来。啊。怎么才能跟你们一样幸福？一萍，告诉我好吗？你可答应我了啊！今天晚上一定要让李轩吃到你做的菜。哎，没问题，我给他做西红柿炒鸡蛋。哎，你好意思的呀？李轩上小学的时候就西红柿炒鸡蛋，现在了还是这个。可我就会做这个菜啊，你也没教过我别的呀。哎，真失败，早知道当初多教你几道菜了。行了，你歇着吧，今天晚上看我的啊。好。李平！啊！李平，你快来！怎么了？你看，咱家不会进小偷了吧？存折印章。钥匙吧，不行，我得打电话报警。哎，先别报警。为什么呀？这，咱家也没丢什么呀，你怎么能证明有小偷来啊？可是不报警，万一小偷又来了怎么办呀？就说报了警，警察也不会二十四小时给咱看门啊！哎呀，咱还得自己想办法。要不然，第一步，先把锁换了。对，先把锁换了。啊。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李平，你说我们这个小区怎么越来越不安全了？如萍，他就一个人住，我得去告诉他，让他提防着点儿。
脑，臭着一张脸的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给你去煮杯咖啡啊。喂，把钥匙还给我。干嘛？你捧我了？钥匙？什么钥匙啊？我们家的钥匙。真有意思，你们家的钥匙，干嘛来问我呀？我不问你问谁啊？上次从山里回来，我找不着我们家钥匙了，我以为丢了。刚刚我跟小东到家，发现我们家进来人了，所有东西都没丢，但是我们俩的合影摔到地上摔碎了。不是你干的，是谁干的？你真有意思，你们家进小偷了，你去找警察呀？干嘛跑这儿来找我呀？我不找你找谁啊？啊，也就你愿意这么装神弄鬼的弄这些无聊的事儿。陆平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我们家刚刚平静下来，你别捣乱了，让我们一家三口，哎，过过安静的生活行不行啊？我已经够忍气吞声的了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啊？难道非要让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抖出来你才甘心吗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你不要忘了，如果我把我们的事情曝光的话，你的家庭，你的生活，你会失去所有的一切。而我呢，我可以换间学校，继续做我的老师。你觉得我有什么不敢做的吗？太可怕了，你太可怕了。陆平，你答应过我，你不破坏我的家庭的。这还几天啊，你怎么就变卦了呀？那也是你逼我的呀，因为你的心里根本都没有我。每一次我都要苦苦哀求，低三下四的求你，你才肯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把你的感情施舍给我。还有这个戒指，还有这个戒指，也是我问你要你才肯买给我。每一次我们吵架都是为了你的老婆，你的女儿。你怕伤害他们，你怕他们知道我。那我呢？嗯，就算他们排在我前面吧，那也该轮到我了吧。可是我的情况你都知道啊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怎么想的我不管，我今天就问你，你还不还我钥匙？你到现在还问我要钥匙？好啊，那你现在去找警察好了。你让他们来抓我呀。我想这里面的曲折离奇，除了警察们感兴趣以外，你的同事、你的街坊四邻，还有你的学生，你学生的家长们都一定很感兴趣。你是在威胁我是吧？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，没有威胁任何人。可是你要的我给不起啊。你给得起，只不过你不想给罢了。你现在一心就是要跟我分手，如果你放弃这个念头，不要总是躲着我，那样就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发生了。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还能想怎么样呢？我只想让你陪着我，每一天。这如萍已经失去理智，根本不可能把钥匙还我。我要是坚持跟她分手，不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儿。你想什么呢？还能想什么呀？想你怎么能过得更好呗。李平，你这样想，
就对了。我不管，你这样无缘无故的跑过来骂我，我要你补偿我，我要你安慰我。这样，今天晚上我做好宵夜，等着你来啊。今天，一定要来哦，要不然的话，该上班的上班，该上学的上学，睡了，啊。哎，该睡觉了，别喝那么多甜的，你的牙要不要了？嗯。哎，你这孩子说你呢，没听见啊？爱搭不理的，别喝了。干洗洗睡了。哎。喂。喂，挂了。你怎么接我电话呀？爸，妈帮你接个电话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不是，起码的礼貌啊。哎，又来了，还是那个电话号码。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。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。